一大早，许多信众就来到基隆慈云寺财神殿帮财神爷祝寿，也透过拜拜直角向财神爷祈求发财龟。求到发财龟的信众都相当开心。今天是农历的3月15号，是中路财神圣诞，所以特地来这边拜拜，然后求龟回去到一家大小吃平安。对，刚刚有求到的，对，有。觉得心情觉得很愉快，很开心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我要求财神爷，讲我老伙仔吼，要甲求一个寿龟，等下食平安安尼。嘿啊。爱跋杯吼。爱跋杯。啊，安怎较算求有咧？上杯。爱圣杯才有。今仔是咱慈云寺吼所贡献的这个财神爷吼赵光明的圣诞日子吼。今仔是上好3月15号是一个救灾日吼。今仔来救灾吼，看下你几年来拜啊嘞。我们也庙方也做了很多那个求财龟给他们求，他们求了，他们有赚钱，他明年他就会来还。庙方说，农历3月15号财神爷圣诞这天是一年当中求财补财库的最佳日子，因此可以看到信众络绎不绝前来祝寿参拜，供桌上摆满了甜点、贡品和发财金，还有信众特别准备补财库的金纸来求财运。另外，今年来还愿的民众也很多，准备的贡品相当丰富。啊，所以真早有真侪信徒，旧年吼有赚钱。过了对的迄落来海后米糊、后蛋糕、寿桃、寿面，来海，就是我们那个五路财神赵光明那个他非常灵验。民间习俗，财神爷圣诞这天是求财日，许多信众来到基隆慈云寺虔诚参拜，希望能在财神爷的保佑下，一整年平安、开运、发财。记者黄日升、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